东西就会自动降落，不用怕。现在要吃油，改成电的了。哇靠，那电池要多大？还好啦，八 S 而已。八 S， 帮你喊起飞。你风到最哪边？三台摄影机我就不要设了。这样完全都有吗？对啊。哦，只是他没有刹车嘛，他就是刚刚他转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如果拖那种 DG600那种轮机、橡胶机，拖没掉。我觉得拖没掉。你说拖雪碧可能还可以。雪碧好，给他换。也不行。没有飞机可以坐，对，我这连这个连拖金丝猫恐怕都不行。哈哈，差不多呀，太重了。来，好不灵骨。因为它比原来自由的多。我觉得你马达已经开始冒烟了。